大家好，我是红茶。上一集忘记讲，记得订阅我，按赞我，跟我就可以跟我做好友。那我现在讲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跑酷，创造模式有没有跑酷。如果观众们是 V 五以上的话，可以加我。然后 V 级都可以啊 ，V 级都可以，反正加我就可以。V 五的那些我会有可能啊，有可能会跟你们要哦，神棍。这集这么短哦，那这集就先这样好了。记得订阅我，按赞我，就可以跟我做好友。记得我的影片随时都要看，假日6跟7都会拍。要记得看。